阿婆好啊！哟，阿宝啊，一会儿阿姨家送菜好了吧？看累的，快过来喝点水再走吧。不了，谢谢阿婆。阿宝，你什么时候请我喝你喝到阿妈的喜酒？<笑>阿宝和阿娜从小一起长大，原本就是天生一对啊。 阿宝哥，这是……那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。这太贵了。那不就是个银手镯吗？算不了什么。过两天啊，我再给你做个大的银项圈。家里还有事呢，我先回去了啊。 我从小就没有了阿爸阿妈，是阿婆把我带大的。阿婆是我最亲的人，我不能没有她。 阿婆，阿婆来喝药了。那，明天初六了，你把给侗寨姑娘们的丝线送去，别忘了。阿婆，我记得。昨天，阿宝来过了吧？ 那，你长大了，你心里一定要明白，苗家女人活一辈子，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心上人。要不，那飞哥唱给谁听？那漂亮的绣花衣服又穿给谁看呢？啊？我明白了。 那这块玉佩送给你，真漂亮。这可是阿婆这辈子最喜欢的宝贝，是当年你阿公送给我的。阿婆，那您能说说阿公的事儿吗？<笑>你阿公啊，个子很高。 是几十里苗寨最漂亮的小伙，本来她是定了亲的，是西江寨老的女儿，可她偏偏遇上了我，回去就吵着退亲，事情闹得很大。那后来呢？本来我是不敢同意的。你阿公四天四夜不吃不喝，站在大树下拉鼓调琴。 听得我流泪。其实。
从我第一次听他拉古飘琴开始，就知道他是我要找的人。那阿婆希望你能找着真正喜欢的人。我明白了。哎，阿婆好点了吗？不好，那也收多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弄两只鸡，明天去看阿婆去。哎，他爸，赶场你自己去吧啊！哎，阿婆，饭菜我都做好了，哎，药也喂好了，您记得喝。知道了。路上小心，早去早回，啊。哎。婆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！阿婆，您这是给那做的吧？是啊，孩子大了，我得早点做准备。太巧了，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阿婆，阿宝和阿奈姨都已经长大了，您看是不是？你看我这个脑子，那是不小了。阿宝妈，孩子们吃饱了没有？穿暖了没有？咱们知道。孩子们心里想的什么，咱们不知道。这事儿，我看还是让他们自己决定吧。